你赢过他吗？没有。那我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准备悲伤了？你就不能看着我好啊？我跟他的战绩是两次 KO， 两次 TKO， 但是你不能只看结果啊！最后一次 TKO， 我可是跟他撑到了第二回合。这说明随着比赛经验的增多，我可是在不断的进步。放心吧，我这次的目标是跟他打满三回合，然后靠点数获胜。 怎么样啊？你还行不行？再有10秒，我就得彻底锁死他。嗯。下一个回合，你一定要坚持住。 加油！欧阳，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小心。
will set round number two. Again, Bruce has surpassed all odds and expectations. Fight!他刚才戳我气管，你看见没？你说什么？我说他刚才戳我气管，你没看见？他戳你气管了？嗯。那他这是使阴招啊！我投诉他。哎，用不着，用不着。很快我就会跟他再见面的啊！来来，拿冰。你刚才差一点就赢了。哎，往这儿，哎，这儿也疼。疼得厉害吗？嗯，那你起来，我去给你换个冰袋。你别动啊，你在这儿待着。我躺你腿上就挺好，你一动我浑身就疼，头也疼。这样还是这样？手。哎，对。你这儿扶着，扶着，扶着。
微微，别玩了，过来一下。干嘛呀？你的工资？工资不都发卡里吗？你有卡吗？就这么点儿？这儿是不是就我工资最少啊？你的工资待遇都是李总定的，有什么问题找他说去。回来。干嘛？还有奖金啊？签字儿。对了，我提醒你，第二场比赛的时间是18号，17号你务必要赶到曼谷，千万别忘了啊！还有啊，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蚊子，哎，我这几天给你发微信，你为什么都不回我呀？哦，我没看见呀，最近，哎，最近太忙了都。你借我10万块钱。喂，说话呀，5万也行啊。你可真仗义，你没钱的时候谁管你吃管你喝呀？等着我动身再起的，弄不死。喂，夏天。哎，我这几天给你发微信，你为什么不回我呀？啊，我可能是睡梦中看见了，醒来之后就忘了，不好意思啊，薇薇姐。那什么，借我10万块钱。薇薇姐，其实我们都听说了，你最近落难了。知道我落难了，还不来拯救我啊？你哥轮着番的严肃警告过我们，谁也不允许借给你钱。要不，你最近表现好一点，说不定你哥过几天就把你解禁了呢，是吧？喂，喂，李东，你给我等着，总有天你落我手里，落我手里，落我手里。你的各种奢侈品、包包、首饰，这段期间全部用不上了，我会给你放到一个房间里单独做保管，钥匙我替你拿着，什么时候考核通过了，什么时候我会把钥匙还给你，听明白了吗？松手，手剁了啊？哎，这就对了。松手！我告诉你啊，反抗是徒劳的，知道吗？哎，微微，你叫我。放我包和首饰那房间钥匙你有吗？没有。那你知道我哥把钥匙放哪儿了吗？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信不信我开了你？你开了我，我也不知道。还有事吗，微微？没事儿，没事儿了，赶紧走，赶紧走。
事儿啊？爷爷，我最近可可怜了，我哥那个大坏蛋把我发配到老店，逼着我天天刷碗，还得收拾剩菜剩饭，就连卸货倒垃圾这种粗活我都得干，我吃不好穿不好的，工资少的连我塞牙缝都不够。爷爷，你能不能救济救济我呀？我没听见，说什么？我说，能不能借我点钱？不能。我就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合起伙来欺负我。借我钱吗？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借你个斗用用，大不了回头再赎给你呗。女士，刚刚我们和老板确认过了，这个烟斗给您估价4000。4000？你们老板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这可是我爷爷收藏级别的烟斗，买的时候起码好几万呢。对不起，我们只能给这个价。而且既然这个烟斗对于您来说意义这么大，我看您还是别当了。起码8000吧，那6000，只能4000。给钱。我今天很兴奋，你找挨打是不是？你还敢反弹？反弹！我找你，找你，找你，找你！你敢掐我脖子？掐我脖子！咱俩一起绞杀，绞杀！你干嘛呢？睡觉了吗？伴随一个伤后复健。
怎么不回呀？你干嘛呢？Madame, what do you want to drink? Oh, no, thank you. I'm looking for someone. Asian man, about this tall. Have you seen him? No. Hey, barman, where the fuck is my vodka? Oh, 1 minute, please. Did you see the Chinese guy in the town, man? He knelt on the ground and could not breathe like a castrated pig. Did you see the Chinese guy knocked down by me? He knelt down on the ground and couldn't breathe like a castrated pig. Stay on the stage in Bangkok. If you're afraid, you better hurry back to China. I'm waiting for you in Bangkok. You're okay, right? He didn't hit you. You're the one who's alone at night. Why are you coming here? You're going to hurt him. You know how dangerous it is. 他刚才骂你，我生气啊！我说你以后做事情之前能不能先考虑一下后果啊？
这幸亏我是去健身了，正好出来碰见，要不然你就完了，你知道吗？那就不是你悲伤的看着我，是我悲伤的看着你了。哎呀，我不是今天看你打完拳，我有点兴奋吗？我睡不着觉啊，谁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接呢？我还担心你想不开呢，我哪知道你大半夜跑去健身啊，白担心。 不好意思啊，明天才营业。叔叔，怎么是你啊？您说开店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过来给你帮忙。嗨，这点小事儿，哪能麻烦你啊？啊，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开店？我那天路过的时候无意间看见的。啊，您店不错啊，地段也好，也大。 这个加装修、前期进货、得花不少钱。嗨，马马虎虎吧，小本经营。是小瑞妈妈资助的你啊。哎，对了，小哲，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哦，对。 最近查了点事儿，我觉得您会有兴趣。欧长林当年跟您竞争那个市政项目的时候，即使已经没什么钱，他也没有能力拿下那个项目。但是，就在您被羁押后不久，他就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注资，是齐家。齐家用那笔钱收购了欧长林公司30%的股份，欧长林就是靠着那笔钱。 其实我早就怀疑他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当时公司的账目，就锁到会计室里。我跟会计一人一把钥匙。这个会计是我的表亲，人很老实，跟了我很多年。公司出事前，他刚好家里也出了点事，于是我就放了他的假。前前后后，也就十来天的时间。后来我也查证过，他当时确实是在老家。在他离开之前。
我还亲自到财务室去查看过，那个账本就在保险柜里放得好好的，我怕钥匙丢了，还特意多配了一把放在家里。这事儿呢，只有齐云知道。少喝点吧，叔叔，身体要紧啊。明天开业，小瑞他妈妈来吗？你这一大早上呢，把房也退了，行李也寄存了，你真打算让我跟你参观旅游一整天啊？你每天待在健身房里多闷啊！你要记住，欲速则不达。在你比赛期间呢，你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跟随我的步伐，好好放松放松。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我们吃完早餐，坐9:30的观光巴士，从埃菲尔铁塔出发，途经巴黎歌剧院、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我们全部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会在夏月宫和思雨会合，最后我们会在香格里拉酒店最具特色的餐厅享受我们的午餐，位子我已经订好了。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吗？我知道你听到了。吃完饭以后呢，我会带你去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我们就会有2个小时的购物时间，购物一结束，我们马上回到酒店，拿着我们的行李直奔机场飞泰国。完美。你当我是刚退休的大爷大妈呀，还是夕阳红旅游团呢？对了，我得给思雨打个电话。思雨怎么还是关机啊？看来你的思雨也不知道你一日游的行程。我的思雨肯定是手机没有电，一会儿我再打。你看我干嘛？谁看你？别碰他。 Is anyone a doctor here? I'm calling an ambulance. OK. 哎，他手里有瓶药。什么药？美托洛尔，这是一种冠心病的药，把它翻过来轻一点。他没有呼吸的欧阳，你快去找一台自动除颤机过来，就是 AED， 一般酒店都有，快点。什么东西啊 ？AED， 体外自动除颤机。AED， 好嘞，来来来来。Good evening. Is there an AED here? An old man needs. It's queuing.Yes, we have. Wait a moment, I'll ask it. Hello, could you bring an AED, please? Yes,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龙虾来简直客气急诊科了。我小时候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懂一些心脏方面的急救知识。Le monsieur tout à l'heure m'a demandé de vous donner ça. Il a dit que si vous avez des problèmes à Paris, il va vous aider. N'hésitez pas à le contacter. Bien, faites-lui savoir que c'était un plaisir de l'aider.可惜啊，领导又为我们安排的巴黎一日游算是彻底泡汤了。谁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们的巴黎一日游还是要继续的。待会儿翻一翻我的小本儿。你包呢？我包呢。Mademoiselle, 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e. C'était notre erreur. On va coopérer avec la police de tout notre possible. Je vous excuse encore une fois. 怎么办？这回完蛋了，我的手机和护照全部都在包里。不仅行程完成不了，连国都回不去了。别着急，泰国的比赛是在后天，我们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说不准他们就能帮我们找到呢。可是从监控上面只能看到小偷的背影，怎么找？中国人吗？对呀。怎么了？护照丢了？是啊，我们正准备报案，看看能不能找到呢。
留下。